台湾这款游戏《末日部落生存》。前方村庄被蛮族占去了，开战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他们没敌人了，那么笑。哎，这头好大，好大的头！建造木料厂、仓库，这应该不是车肥养的吧？进行十连抽，好多大头啊！抽角色。亚瑟，亚瑟怎么是蓝的啊？你 看他的角色，很有喜感呢。啊，好有喜感啊！拿到亚瑟了，黄金号角特卖，99美金要求哦，这也太贵了吧！提升。英雄等级啊，王者之剑呢？十级以后是不是有技能？校场上阵，亚瑟，一剑补兵。好，战役关卡，这应该不是车培养的了。战斗，哦，有敌人了。直接秒掉了，下一关开战。做了一个亚瑟，又进行强化，那输出稳稳的，超凶。先多打个几关好了。对面的角色啊，都是蓝卡等级而已。最高可以上阵三位啊，建筑等级要提高才行啊。三等建筑、五等建筑，个人解锁一个蓝位。OK， 这边战斗就稍微比较一般了，战斗是还挺快的。我这样子打一打，就已经打到1至8了，有看到吗？好快哦！好，我点到1至10好了，搞不好会有任务需要通关。不用了，这引导到我这边来了。章节通关，再给你十点抽哎！哦，这游戏难道值得一玩？跳过啊！我中了一个女的，托米丽丝。哎呀，我看不到她的大头，赶快去看一下。英雄托米丽丝，哇，好帅气的妹子啊！80到10级，10级了没啊？有了。可是我现在。建筑等级2啊，赶快把它升到3好了，好不好？立即升级，立即升级。我有红钻500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好。继续，3，缺什么？校长3，再升，再升，再升，这样14等了，对不对？四等，还要再玩吗？来。再升好了，那解锁三个蓝位好不好？拿到5级城堡就行了啦。升翻啦！不行，要通关第二章。任意技能等级达到3级，好悲啊！这3级有点困难呢。蓝卡的也是吗？我看一下蓝卡的，绿色的，绿色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吧。它这个绿色的，来这边抽一抽啊。大头妹子这里也抽得到，有吓到我嘞。
倒不如说想念嘞，没错到哎，生，好呗，都缺这个哎，可以啦，我想说要认图片，所以我不用，好啦，过了，章节完成了，这样我可以升我的5级城了吧？升5级啦，那4级还没打开啊？来，战斗，进行配置。托米利斯圣经，5级城哦，是指校场是不是？有了吧？配置，嘿嘿，哎，我不是抽到一位紫色的吗？怎么不见了？那算了，哦，速度变更强了。互换一下，一键补兵。哦，还是要补兵哦。唰唰唰唰唰唰。啊，这边是战报，战斗是挺简化的啦，看起来像车飞养游戏。那个世界啊，它都不能打开的话，哦，大世界打开了，击杀野蛮人。耶，是车肥羊的，大家最爱的车肥羊的已经来喽，有没有很开心呢？耶，这种游戏应该没有超级重氪吧？就算有的话，也就是那几位而已，应该不会很多了。哦，这边还可以采粮食诶，木料厂。这个玩法就跟那个猎王的纷争一样的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其他玩家？我地图可以拉到这样诶，这里有其他玩家诶。哇，不能干他。有没有人破罩的啊？好像没有人破罩啊。啊，这一块的话，毕竟第一天而已啦。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解决。这边还有挂机奖励啊。邮件，一键读取。回城。联盟。加入联盟，啊，对啦，你看，看那国家就知道了。嗯，最高可以排100位，全球通服的。你想玩的话，今天第一天就赶快玩了，不然会输在起跑点哦。我记得是今天开服啦，10点半推出的样子嘛。剩下地方就是加速啊，那些东什么东西啊，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自选传说英雄契约，厨子的啦。7日签到，第7天送亚瑟。哦，亚